隔壁王奶奶好像欠很多钱，那她去世之后，阿明怎么办啊？别担心，所有人的财产继承原则上已经都改成限定责任了。如果不清楚亲人的财务状况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法院办清算程序，一次就可以算清楚欠两项多少钱，然后用继承的遗产来还，继承多少才还多少哦。太好了，技能多少，巧玩多少，一次算清楚，烦恼都不在。您老爸在世的时阵欠我的三千万，赶紧还来！怎么会这样？如果确定亲人负债大过于资产，要赶紧在知道得继承时起的三个月内去法院办理抛弃继承，这样就不必继承，但会由其他继承人继承，所以要记得帮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办理哟、哦。